各位好，自从我分享咏春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那个系列的YouTube 之后，有好几位朋友短信我，问我说呢，为什么这个1850年红船那个时候的咏春拳和现在差这么远，差这么多。那也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在清末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咏春拳的技术上啊，和人事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不可以多说一些？那当然，也有这个朋友问我说，我是否是在这个推销我这一系的这个咏春拳之类的？那今天呢，我做这个视频，我给它起名“断层”，断层，就好像南怀瑾先生说，这个我们中华文化有了这个断层。那个断层，所以这一集呢，也是咏春拳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部分，叫做断层。那因为有这个断层，130年的断层，至少130年的断层，所以才形成了今天的咏春拳和那个琼花会馆时候的咏春拳差很大。第二，也因为有这个断层，所以今天的咏春拳很多东西很混淆。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如果从历史看这个中国，从1850年到现在，是一直在动乱的。所以呢，在这个断层里面，这个混淆啊，那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很复杂，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作风，他自己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个咏春拳这130年来，150年来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你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之类的，因为你生长、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的时候，那么它就会产生这么多的事情。那至于那些问我说是不是在推销我这一系呀、这个那个的人，我可以说，我在这里分享是站在文化交易的角度，我没有所谓的这个系、那个系那些门户之间的东西。我希望我说的、我分享的都可以到正规大学的课堂里面去给大家研究。不是说是这个是我这一系的我师傅说的，而是可以进入美国的正规大学，让人家去研究，因为这个是中华的文化。那至于说这个我的心情呢，我说这个我和大家分享这个的心情呢，我建议要了解我的心情的人，或者是现在，或者是以后的人，
可以去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如燕》，好好听这首歌，就是我的心情。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个科学的进步，那我们是没有明天的。就是这么样的严重，所以只有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化和现在的科学结合，才能把我们带到明天去，否则那是没有明天的。咏春拳是一个科技。因为它是科技，你可以预见它是什么一回事，它是否可以走下去的。所以，如果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2022年这个时代，这个资讯很混淆的时代，处于这个断层中的时代，如果我们没有很扎实的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没有很扎实的，把这些文化印在那个现代科学上，那是肯定没有明天的。所以我的 goal，我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子，不怕对任何一个人说。所以我说，百年后，如果人要了解我的心情，请去听这首歌，那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好，我们如果要说咏春拳，从今天看这个咏春拳，它的混淆程度，那我们就可以这个进入那些这个断层啊这些东西。那希望当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说，如果是学习咏春拳，如果还认真的话，那还有这个心，是说大家是这个华人，这是我的文化啊，这是咏春拳，要把它发扬的话，那我们有很多工要做，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就好像现在，好像那位朋友问我什么戏什么什么，不是那种门户之见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就好比当年戚继光面对倭寇的时候，明朝的军队，那个时候军队几千人打不过几百人，你去看历史。后来戚继光执意要练新兵，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比如说这个于大猷啊，唐顺之啊，很多这些人，这些将军，这个把这个整个军事维新才可以这个把倭寇赶走。现在的世界，如果你说咏春拳，以我个人的浅见，就是在那个时候了。你如果没有知道以前，然后呢，结合这个科学，然后每一个人进步，不要再去搞那个什么门派，你一系我一系。如果不是这个团结去革新，就像戚继光说："这个绩效新书，绩效是有效的，不是说空话的。新书是你依古祖宗的规矩，可是并不止你依祖宗的规矩。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以我个人之浅见，咏春拳是没有明天的，就是这么样严重。好。"可是我们有希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怎么去破解那个东西，当然就有希望。最恐怖的是，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愿意活在幻想中，那个是最恐怖的。而现在我们知道了，所以有心的人、年轻的人、真的有心的人，那是很多工作要做的。好，我们看今天的咏春拳。如果你去那个网上看的话，那他会说那个缺乏这个文字记载啊，然后呢又说据说这个咏春拳好像这个叶问老师说，他说这个是康熙年间啊，这个武媚啊、严咏春啊，然后呢传到这个红船啊，然后又有这个好像这个叶准依据佛山咏春拳的彭南研究提出不同版啊，说是这湖北艺人摊手这个张武摊手舞、哦、然后还有这个还有有人说啦，那这个依据史料记载，石鹤咏春始于福建少林寺南少林咏春殿。传说咏春这字是从殿上对联“永行忠义堪歌咏，言出九鼎自更春”。好，那个，然后呢，又说这个。当年智善禅师南下受益，其中一位受惠者是武生大花面井、哦、乃后大多戏班中人、这个戏之前法，然后说这个、哦、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又这个不可传给外国人啊，这个当时中国受到这个外国欺压之类的、哦、所以你有种种的说法，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一门他的见解他的说法，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现在的市面上你要查咏春拳历史就是这样各说各话。那咏春拳呢，一般你去看咏春拳他会说哇，这咏春拳一定有三套拳，第一套叫小念头，然后第二套叫陈桥，第三套是标子，然后就有这个比如口诀啊，这个第一移动中行以空，然后无影破中，然后有这个标子不出门，那各有他的这个解释。然后我们又有这个好像这个佛山的时候的咏春三雄，咏春三雄，然后这个晏奇晚奇山先生是这个三人中岁数最大，然后有姚才，然后有叶问、哦、然后这个万先生是生于1887年、哦、光绪13年，然后又有这个表啊，这五妹师太，这个苗顺、严二、严咏春、梁伯愁、梁伯涛，然后呢又黄花宝，这个大花面井，然后高老中，然后又冯秀清、啊、然后这个是咏春派的，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咏春派、啊、这永远的咏，这是歌咏的咏、啊、然后这里又说是少林智善禅师，然后这个窦宝华、窦华宝啊，这里是黄华宝，然后
这里是五媒，这里是至善，然后这里传到这个新景，那是大花面景，这个是花面景，然后传红袖青，就是有这样的。那接下去呢，更新的呢，就有好比这个广东舞协，好像去年吧，那就创咏春拳套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有这个在中国大陆有这个白鹤泉使馆，OK，这2017年5年前的，然后里面的展示有说，白鹤泉弟子林俊、林万清，咸丰年间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为逃避清廷追捕，大量白鹤泉弟子逃入广东，隐姓埋名。这个秘密授徒，并把咏春白鹤诈称为咏春拳这个一个说法。然后最近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希望大家去看这个视频2019年12月19号的这个徐晓东的视频，看他说咏春拳为什么是拟人拳？看他说咏春拳为什么只能这个和一般没有练过的这个对手打，不能和这个练过的打？你看看哈，看看他怎么样这个评论咏春拳。然后呢，这个当然也有人播出来。这是李小龙写的，1969年。我之所以不再坚持练咏春，是因为我觉得截拳道的效力方面比咏春更有优势。这里其中一段说，但是我已经对中国传统武术失去了信心。因为大体上，所有流派的中国武术都是陆地上游泳，甚至咏春也如此。所以李小龙他说，他去训练，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做一些套路的练习。大家都在网上可以看到，在1969年之后，李小龙是没有练，不练，咏春拳是练他的截拳道，这个是李小龙先生的看法，也是关示意咏春拳的。然后呢，这是在叶问老师还没去世之前，叶师傅请弟子代告众读者，咏春与咏春两派。虽然同出少林，不过若以为二字如意，这与事实不符合了。所以叶问宗师在还没有去世之前，他对这个东西，他提出了他的理解。这个所谓的少林。至善，这个是咏春，永远的咏。这是言字变的咏。那个时候在香港是已经是有争议的，大家去查看历史知道的。所以叶问宗师在临去世之前说了这个话，然后后来呢？又有人出书说，这个咏春拳要等到这个清廷被这个推翻后，咏春拳要依照祖师改回咏春拳这个说法。
然后在这里说一些这些啊，这些很对人不对事的说法，哦，比如说问啊，为什么叶问没把咏春改回咏春呢？那说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人写这个存心是如何。这个叶问宗师已经说了，这个书是在叶问宗师这个去世后很多年才出的。然后这里又说"咏春，咏春"一个名字而已，虽然说名不正言不顺，能够发扬光大、光宗耀祖就好了，没有什么所谓正名不正名的。你看看李小龙多少咏春人扯着他的三尾玩蛇。这个也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是在书上的，所以现在的咏春就是这么样一回事。你看起来很混淆的，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不知道是谁故意在找茬。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然后就都是人云我云。那好像这个说，他说从墓壁上拍下来是咏春全宗师，这些都是你说我说人云我云，都很混淆。这个世界这130几年、150年来都是这样子。OK，好，现在我们入正题。虽然这个地方很混淆，如果依照佛法来说，法不孤起，藏境方生，一切现象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一定有这个原因、环境、机遇和缘分才产生。以今天更这个直接的话是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OK，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呢，上次就上几个视频，我说了，好像这个在这个咏春拳的过去、现在、未来第三这根源的上集，我说了，你去考证追究下去的话，每一个。这个历史根据和这个技术，你追究下去，它就是这个中华武艺，这个世道一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咏春拳1850年的咏春拳就在这里，它是承这个明朝的这个明末清初的少林短打也承了。而这个明末清初的少林短打也成了戚继光，明朝的这个武艺，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哦，就是不再提了。咏春很简单，春字就是戏剧的意思，咏就是歌咏，咏春拳就是歌咏戏剧之拳。哦，这个我也在这个。咏春拳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历史面说了，就是这么简单。好，咏春拳那个时候是反清复明的，和李文茂先生他们一组的，所以呢，他们有那个时代有他们那个时代的这个印记。比如这个洪胜蔡礼佛，洪胜蔡礼佛他的李庄师，他一定有这个五湖四海啊，然后啊这个英雄两个字啊、哦。那这个琼花会馆那个时候的咏春拳也有这个李庄，就是剑指旁轴成英雄啊，然后他棍绝就是半点子午定太平，所以你看太平和英雄它是相对的。他的李庄，这个是咏春拳那个时候的李庄，
就是开弦理，它是万福，万福就是拟人的理，所以咏春拳不是一直说是拟人拳，拟人拳吗？所以它的这个开弦理就是它的印记基印啊，一个 signature，它的那个基印啊，它就是。万福反清复明，五湖四海十指连心，还我河山，看到吗？拱拜五湖赴四海，然后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去看这个历史，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清朝的历史。这是开拳拟人拳嘛，它属于旦角的拳。那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是啊。收钱的礼叫剑指旁州陈英雄，就是这个，属于旦角的，所以这两个就是旦角。那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在那个时候，你是反清复明的，你是这个在这个琼花会馆戏班里面旦角那一组参加。李文茂先生反清复明的，那你的印记就是这个。你行那个礼，大家就知道你是谁。比如你遇到我们的这个师兄弟，同心要去反清复明的蔡礼佛的这个师兄弟，那你就行这个礼，人家就知道你是你的身份了。那是你的印记，也是你的身份，啊。所以我们知道咏春是什么一回事，它是和天地会太平天国，而且它有它的印记，它的身显示它的身份。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那个时候也是在这个咏春拳的过去、现在、未来三 A 这个根源上面它有它的诀，它有它的诀。而这个诀直接可以通到少林，这个短打可以通到这个戚继光，可以通到峨眉十二庄。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这是一个点，1850年的点。就是好像现在说你的 data，你的资料，1850年那个资料，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么回事。OK，他的名，他的身份，他的拳法，整个细节我们知道的。好，我们知道1850年这个。李文茂带领这个反清复明，上次说了，失败了，在40年后，又有另外一个点，一个资料点出现，咏春拳的，就是这个蛇鹤咏春门密，光绪16年。相当1890年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好像刚才这里说，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永兴忠义潘歌咏这个，这个就是出于这个。出于这本《蛇鹤咏春门密》，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你要研究咏春拳的历史，要研究咏春拳的技术，你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幸亏这个当时这个罗惕寅先生录下来了这个我们因为这一点不能说好像说传说。好像前面这里很多是传说，
比如这里是传说这个五梅，然后这里又是传说这个摊手五，没有这个历史上记点和记述的，这传说大家的传说。所以呢，这个要研究咏春拳历史，十二咏春门密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我们只要把这个1850年的资料和1890年的资料比起来，我们顺着下去，我们就知道什么回事了。从这个十二咏春拳门密，从这罗替银先生，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所以呢，罗替银先生呢是晚清一名贡生，约1875年这个学习这个拳术，然后他师父呢是深井，也就是大花面井。然后那个这个是说他是这个佛山这个琼花会馆哦，所以我们知道大花面井是在1875年那个时候的人在教这个罗替银先生，然后这个咏春拳，这个十二咏春拳和这一本门密。哦，因为他是这个罗替银先生在这个光绪16年的时候录的啊，就他师父的那个他记录，所以我们知道说大花面井或陆井，他不是琼花会馆的。所以历史上咸丰四年1854年这个李文茂这个起义，然后起义失败了，经济一度被禁 ,OK?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琼花会馆。等到同治1868年两广这个总督瑞麟为母祝寿、哦、那个时候才开始另外一个，然后导致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在广州建立坝河会馆。那更详细的是1854年，这里甚至说因为他参加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这个我们以前说了剑指旁轴成英雄，那个是天地会的，然后半点就六点半棍，半点之舞定太平，那太平是这就是太平天国，这支持太平天国的。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那个东西站得住脚的，我们也知道这个身份是正确的、okay? 然后到了同治1867年，李崇善老先生由于同情这个广济艺人的遭遇，将这个在这个地方作为艺人活动地方开设了吉庆公所。然后1889年那个时候这个同年，然后这武生、啊、他们就是建立这个新建了这个行会坝华会馆。所以呢大花面井不是那个琼花会馆反清复明的人，他是这个如果依据历史的话，他是吉庆公所那个时候的人。因为吉庆公所是1867年，坝河是1889年，那他学这个拳的时候，这个罗先生学拳的时候是1875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花面井，这是1875年，
这个和上面这个反清复明啊，这个地方呢是不可以画上直线的，因为1854年到1875年差了20年，那我们弄一个比，文化大革命几年？文化大革命几年？你说80年代和一九六80年代和1965年，1965年和1980年代可不可以画上等号？那是已经不同的，所以这个等号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大花面井从这个门立，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真的人存在，因为幸亏有这个罗先生把他记录下来了，他所学的东西。OK，那可是我们知道他不是反清复明的，他不是那个。他不是这个时候的人，他也不是这个时这个主这个拟人权这个主的人。OK，那好，那我们要看这个大花面井这个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这个看清楚啊，这个是在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的。然后这个他有这个他的对联，然后这是光绪16年到1890-91年还有呢，他在这个地方，他也有一个，在这本密门这个门密里面。他也有这一段，他有他的门规。门规说：“爱国这个林思训哦，这个已经是在 public 这个怎么讲？这公共的这个 public domain 公共知道的爱国林思训哦。”这个胡青这个胡青既若平，既不传夷狄，不作江湖人。好，这个时候是光绪十六年，光绪十六年写这本书。当他说爱国的时候，那是爱清朝，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爱清朝，和上面所说的这个南少林、咏春殿这反清复明、至善和这个，那是不同的事情。门密说写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是爱国，光绪十六年，那爱的是清朝。OK。如果是反清复明，他不会写说爱国这些东西的。OK，所以和这个南少林这个东西是不搭嘎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从唐豪先生的他的研究，唐豪先生的研究。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很喜欢用这个《万年青》里面的故事，比如百梅啊、至善啊、五眉大师啊来做文章，来做故事。所以清末的时候，这个是爱清朝、清廷。而这上面又冠以这个火烧少林寺、至善啊，这个反清复明那些东西，所以这东西是不搭嘎的。OK，那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好，大花面井有另外一个学生，
就是洪秀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电视上，这个是广州现在出的，在广东现在出的电视。洪秀清在电视上你看到所传闻一切，他都是满清的军队，是曾国藩那一边的。由此可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个反清复明了，已经是清朝的怎么讲？已经是清朝的这个人，不是反清复明的。不是那个琼花会馆那一系列的人。那至于说你说这个咏春殿啊，这个东西啊，那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哦，所以大花面井，它不是琼花会馆，它的地址是清朝的官。哦，这个冯秀清是清朝的官，罗先生是晚清的一名贡生，那也是清朝的官。OK，所以已经从反清复明，现在变成这个清朝这一边的，就是从这个天地会这一边，现在在这个大花面井的时候，已经是曾国藩这一边了，不是太平天国这一边，不是这个天地会这一边的啊，这个是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好，这个是1890年，光绪16年。我们知道说，这个英雄啊，这个佛山的咏春三雄，万绮山岁数最长，他是13年出生的，光绪13年，所以他出生了这个1887年到1890年，是3年之后。也就是说，万先生3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本门命。OK，好。三套钱，小念头，陈桥标子，在《佘鹤咏春门密》里面写的就是小念头，陈桥标子。对，小念头。他有一个念头歌，他已经不是琼花会馆的这个万端处小处，一任自然，顺气脉和这个前生不可着力量，那个峨眉十二桩的东西了，他已经变成一个小念头，不是小念头了，不是万端处小处这个小念头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同了，所以他有三套钱，小念头成交标志，所以在这个佛山三雄之前，也就是说这个苑先生苑师傅3岁的时候就有这个了，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咏春诀》里面有这个"涤意移动，众星已空"这些，在电影上的都是初一这个门命。哎，那你可以当然可以说哦啊，也许是其他地方，那其他地方我们没看到，我们不能说。可是白纸黑字的，我们知道在门命里有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小念头是在这个门密里面的，
还有这个标子不出门，也是门里面的东西。你当然也可以说啊，那是其他人也有传啊。可是其他人传，我们拿一个白纸黑字的来看，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说没有。好，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个事情，就是大花面井所传的，记录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门里面，在这个门里面。他是清朝的人士，然后呢，他是用这个三套小念头陈桥标志，那个是在这个咏春三雄之前，万先生才3岁那个时候，而这个口诀这些，现在我们知道的都是。可以说，以目前的证据是从这里出来的，或者你也可以说，那是大花面井所传的东西。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了，在这个门秘里面，它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手从心发。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手从心发，1850年那一段他没有，所以这一段1850年是某一个人或者是很多人因为有参信1850年的，所以把这个。这一个手从心发就传了下来，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可是我们知道说，你看咏春拳，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手从心发，对不对？所以是有人在这个地方传下来了。不过我们这个他的谁传的不详，除了说我们在这个有这个拳节，我们很知道说。白纸黑字，谁传谁，知道什么一回事？那这个手从心发是不详哦。那门秘里面也没有。那比如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标子狠毒啊，这个封侯手啊，那个这些都是在一这1850年的标子狠毒即可用啊。鼻强孤弱，封侯手，这个就是1850年的东西。OK，然后1850年这个夏桀官员参佛手，夏桀官员参佛手，什么是夏桀官员参佛手？这个就是夏桀官员，这个手，记得上次我说过了，这个是叫臣，叫将，OK，在将，这个大拇指要向下，你要闭住肺，那个肺经，这个前面是官员，这个官员，夏桀官员参佛手，这个身将身，这个就是参佛手，这个是1850年的参佛手。那至于后来我们现在说这个三套钱的这个叫做三拜佛啊，那个是，那不是这个1850年的了。那既然说这个1890年的这个门秘有这个三套钱，那我们就知道说它是属于这里的。那我们也知道说。罗先生学这一个这个功夫的时候是1875年，所以我们知道1875年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了，没有1850年的东西。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回去中国大陆，比如说我们一九
1980年回去中国大陆，1960年的东西已经没了。就好像说这个1884年李文茂起义，1875年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文化大革命之前1960年的东西，1980年看不到了，输了烧了，就好像这里所记载。琼花会馆被清政府夷为平地，许多艺人被杀。那这个夷为平地，我曾经和那个佛山的这个研究历史的这个专家聊过，他说没有通通被夷为平地或是烧毁，可是人遣散了，这个戏班的确是是什么了？是这个就停顿了，就静息了。OK， 所以当时就是这么回事。那接下来这个东西，这两个很相当重要的，旁轴遥遥柳下访，旁轴齐轴这个右轴齐轴父兄堂，1890年也没有了，1850年的时候有这个东西。杭州鳌腰柳下坊、哦、比如这个、哦、右轴齐轴父兄旁，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1850年的时候，这个旁是外门的，这个旗可以外门压进来，可以内门打出去，所以旁和起轴是一对，是一对。到1890年的蛇鹤永春门密的时候，齐轴没了，而旁轴也是不相同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伸缩，伸缩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一伸一缩，刚中带柔、哦、它是连接这个手重心发，这个我等下才更给大家看是什么。所以是好，这些东西没了。在1890年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不是贴身短打了。所以呢，这个断层在1854年到1875年这个时候就已经有断层了。我们来细看这个东西。那要细看这个东西，先要知道很多我们中华传统武术的规矩和它技术名词。第一，手法不是手势、啊、不是说、啊、这个问手、摊手、绑手、扶手、冲拳，手法，古代的人说手法不是这个摊绑扶这些手的动作。手势，这势是冲量，整个人充气的冲量操作是应敌的手段，不是手势，是手段。OK， 短打不是短桥，短打不是说哦，我们这个桥短，我们是打这个桥是打短桥的、啊、不是这回事。哦、短打是短打，短桥是短桥，短桥是说这个桥手短，短打是一种打法，一种势法，一种手法。长桥发劲，现在大家说的什么长桥发劲，那不是短打寸劲，那是某一个人在这个130年，如果说从
1890年算到现在130年的时候发明一个东西，哦，这个不是短打的寸劲。我们先知道这个，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明朝唐顺之先生，也就是戚继光将军的亦师亦友，也就是发明鸳鸯阵那个唐顺之先生，他有一个书著作叫做《五鞭》。注意，毕竟用短打，眼开之用长拳，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分类了。它有三个趋势：毕竟用短打，眼开用长拳，下地就是地术，就好像现在的福建狗钳哦，或是地术，比较雅的名字。三个，长拳的打法，短打短打，毕竟用短打，那个是不同的打法，所以呢，他的手法，长拳的手法和短打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不是这个手势。长拳的打法是这样子，长拳我们要知道这个古代的这个中华武术，它打法它一定是三度空间的打，哦，当然加上时间，就是三度空间加上时间是什么样的？距离、角度、上下，然后加上时间，因为你要一个时机。长拳呢，是这个角度，这个角度相当的大，然后呢，这个距离也变化很大，哦，它是在这个距离和角度变化很大，它当然它有上下，距离、角度、上下变化很大的冲量的这个操作，那就是长拳。你看这个哨它，你可以这个哨它，比如你这个哨锤，在这个角度从这个打进去的。第二，它这个刮锤进去的时候，哦，你看它的角度不同了，从这个它跑到这个地方，它的那个距离也不同了，或者它踢它一脚，这个距离，所以这个这样的打法叫做长拳，所以才叫什么呢？眼开用长拳，也说长拳变式，哦，短打呢就是这样子。那他说什么呢？毕竟用短打。那毕竟这个东西，又说啊，短打不变式，毕竟用短打，这什么意思呢？毕竟用短打的意思就是什么？如钉若矢，锦衣门墙，也就是贴着你的，贴着你的，你的对手。贴着你的对手。那如果说长拳的这个长拳的打法，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啊，我们拿戚继光的例子，长拳的打法，比如这个长拳的打法，比如这个戚继光32式里面的长拳的打法，埋伏式的打法哦，他说倭公大夫换圈套寸步难移，就击连发击腿，他受打必定，这个名为，他是这样打的下去、哦、他有分三盘，上盘、中盘、下盘，他下去打他中下盘，起来换一个角度起来了踢他，换一个角度距离又在攻击他，而且呢高低不同啊，从这个从低的这个角度这个距离，然后这个变了距离角度高低，然后又变了角度距离，然后又这个又冲进去打，这些都是长拳的一个例子。OK， 所以长拳是这样打的。那短打呢？少林寺的短打，你看哦，
它就是这样子，它整个人射进去要粘着它，哦，然后呢，这样子贴着它啊，比如在这里写。必要贴粘地人脚叉啊，地人脚这个贴着你整个贴进去了。哎，然后脚是贴着它的，所以这个短打在这个地方，你是要贴进去的，你不能站在很远啊，不是好像今天玩七勺那个距离，而是站得很近的贴进去的哦，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再看这个戚继光典型的例子，标准例子。那我们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在这个地方，旁轴咬要柳下方和这个齐轴，这个是旁轴，拱勺，这个是齐轴吗？这两个是短打用的招数，不是好像今天这个这样子去绑人家手。OK，也就是你看1890年之后的都是这样去绑人家手，他不是的。他这个处于那里呢？这个旁和这个 K 章，拱章 K 章处于那里，处于戚继光绩效新书。OK。32式里面的2式，这个是短打的式来的，旁轴。这个旗鼓式就是 K 章的这个母式。那这个东西怎么玩呢？顺完轴靠身，你看靠身扳打，滚快踏难遮拦啊，就是滚进去的。所以事实上是不是用手去挡它，站在这么远挡它，而是。这个手滚进去，这个手滚进去，你要可以射进去贴它，这个手滚进去，这个手马上打它，这个轴马上打它啊、哦！打完这个轴，你的脚已经很近了，就给它跌。所以说，前赌一跌，谁敢争权？这个就是。毕竟用短打的，毕竟就是这个就是锦衣门墙打你的时候，锦衣着你门墙打你，因为我的身体也是控制这个，你的身体也是控制你的对手的一个工具哦，不只是这个手法，你整个你的身体，你的这个脚啊，你的膝盖啊，你的肩啊。都是控制你的敌人的这个工具，所以比如说这个旗鼓式短打的，旗鼓式左右压进啊，记得左右压进，压进就逼进去了，OK，然后左右压进，他手横劈双形，脚靠别人人似的虎豹头无。要躲无门，就是这样子。你这个压进他的身体，你贴住他，你打他，在这个贴的时候，这个就是逼近他，锦衣门墙打他，就是叫逼近，逼近这个东西，可以逼这样子。然后你压下来，你可以从外门压下来逼他，然后可以打他，可以打这个地方，可以冲上打。如果他冲上打，他闪你，马上下去暴跌。那万一你在压进的时候，你射入太慢，他用肩打你，你马上用虎豹头。所以这个就是戚继光的典型的短打，这个就是旁，这个就是旗鼓手，就是 K 章那个变化，还有一个东西，在五倍制里面。冲绳五倍制，短打穿心手，就是在用这个 K 杖打中弓的时候，你看他抱他，孩儿抱脸手拜，
短打穿心手，攻之甚也。他双手抱他，他直入中宫打他，直入中宫打他。所以呢，在1890年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OK，所以我们要知道说，1875年那个时候大花面井在浇的时候，没有这样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没看到这个东西。你没有看过人家用旗轴的，对不对？你也没有看过人家说，原来这个咏春的旁首和旗轴是来自出自戚继光的短打。事实上，戚继光的短打32个、32式、32种冲量，或者是叫32种的这个组合，那个是教科书的标准来的。可是现在很多人，不要说很多人，似乎都没人去研究。32式就是你的教科书，你中华传统武术它的那个根本。你如果掌握了32式，那个你看今天的 MMA，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虽然说现那当时他们有地术，好像这个福建的这个地术就是狗拳，他也是用双脚，他是用双脚绑住人家，和现在的那个八柔啊柔术不同，可是他是用双脚下地绑着人家。OK。所以45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可是如果说没去研究这个，哇，谁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呢？好，可是这个东西，你说是人人可以做的吗？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你慢了进入身，你慢了入身，这里说什么？射进。你如果慢了入身，你慢了入身，对方就撞你了。那这个东西它当然有变，所以这个射入很重要。这个射入呢，就关系到什么东西？就关系到伸缩，伸缩，也就是我刚才从这里说的。这个伸缩在1890年的时候没有了，在门密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了。那这个伸缩，你要解开这，好像这个你要冲进去打他中宫，他抱你，你要够那个，你要时机拿得够，然后呢，利用他撞来，你撞进去。一肘就要 KO，OK，、okay? 因为那是对撞，所以对撞打他。可是这对撞也不一定是直撞，那后面我再跟你说。所以这个伸缩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也是1850年那个时候啊，1890年，那个我们知道在门这个十赫门密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了，OK，只有1850年的时候有，所以这里说，我们自古来，如果要了解一个我们不懂的东西，比如拳诀，我们就要往前推。就比如说，你要了解这个1850年的咏春拳诀，你要往少林短打推。你要了解少林短打拳家，你要往戚继光那边推，你才知道。所以这里他说什么？拳家密要总一个身法，身法者亦如用兵之主将也。这里说了，身法有三节，焉一也伸缩，伸缩者如龙之灵便，如虎之快利也。二也射入，这个直视，直视者如箭之快入也，射入整个，OK。然后第三，一片一片指手到脚到身到，OK，好，还有，
他在这个地方说什么？这个是总结，这个拳法必要的总结。他说什么？进攻推脱半步偷。什么是进攻推脱半步偷？进攻推脱半步偷，就是在这个1850年那个贴身短打要进去的时候，那个要偷半步。什么是偷半步？我给大家看，因为我跟大这个要做这个视频，不是说我是那一系要卖你多少钱，这是文化，这搞丢了，大家都是完蛋。尤其我们知道1890年的那个门楣已经没有了，那个一个很大的断层在那边，不补回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接不上戚继光了，OK，也接不上少林短打。这个偷半步学问很大，可是也是不难做到的东西，只要你知道。比如他在这里说。你看他一直会说，要将左腿竖偷一步，偷一步，偷半步，就偷这个啊。然后他又说什么？后脚第一要拴得直，以后脚过身法，以身法送前手，就是说以后脚推你的身法出去，以身法送前手，以后手拽住，膝以勒马状。故知前夹之定夺，膝在一只后手，要领会后脚之是所谓士气也。这东西你读，我说哈，这什么东西？我给你看。可是要可以做到这些，刚才说这个摄入，这个伸缩，要小心。你一定要练到这个练打之时要雄狠劲力，从硬打到软。那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我们要在无氧、高速爆炸力、肌肉耐力那个地方训练，不是演电影，OK？不是好像现在这个大家说这个内家拳又慢又这，不是这回事，而是整个射入进去的啊，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plyometrics，速度与爆炸力增强是训练。你整个东西要摄入的，所以你的二字前两码不可能是这样子，不可能是这样子，而是这样的嘛。好，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摄入的时候，你的体内压要很小心，所以你的呼吸要很小心。你有这个体内压，你才可以保证你的躯干的稳定度。你要打进去的时候，不然的话，你整个上身不接下身，上盘和下盘不是一直这样进去，你射不进去。那个是要靠呼吸和这个躯干肌肉的训练的。然后在这个呼吸是有节的。他说：“闭紧牙关，莫开口，开口开气，射力从力何来？长须知长存气之存气，长充福。”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呼吸要到小腹里面去，哦，不要乱开口，要控制这个压力，不然的话，你没这个力去主导你的身法，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以后脚过身法，以身法送前手，你前手是送身法送出去的。不是这样打出去，站在那边打出去的，是整个好像火箭这样打出去，好像两节的火箭，好像两节的火箭，这个是身法，以后脚送身法，身法送手出去的，所以这个是一节，这个是两节，相同的，你这个后脚。送这个身法进去，这个东西第二节打出去了，OK。那所以你要有呼吸，你的呼吸你没有那个呼吸，你没办法。另外一个东西，
紧闭牙关，口莫开，啊，口开是气是利何来？还有这个，你看他在这样训练，他说什么？中招练习常如是体之坚牢胜铁钗，就是你可以抗打，因为你的呼吸往丹田这里去，你的这个躯干，你的阔是很稳定的，你呼吸量够 ，OK。然后你这个是可以接受排打的，因为你内力那个内压体内压在那边，你保持着你可以这个排打。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吐气的时候为什么不开口乱这个射气？好像大家你看很多人在练这个拳表演的时候喊那个哈喊得很长，那个是神经病，那是不行的。为什么？你这样喊，除了说你的这个内压 你控制不住，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的二氧化碳。你的二氧化碳如果呼太多了，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呼太多了，它会影响你的那个你的氧气到你的那个血的那个交换，氧气进入血的交换。当氧气进入血的交换，这个啊、被影响受影响，因为那个、二氧化碳太低的时候，你会昏的。所以很多练这个拳 啊大声的喊喊的好像要这个惊天通地，你练它一下你就昏了，那是科学。所以在这个少林拳经拳法备要已经告诉你了，不要这样搞。所以这整个东西和伸缩，这个伸法和这个伸缩，你看你要这个你要以后脚算这只，以后脚过伸法，以后脚过这个伸法，你就要会呼吸，你就要会气沉丹田。不是跟你说了吗？汇合丹田读脉将，1850年的小念头的卷，石鹤门咏春拳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个气法。我刚才跟你说这些和这个收缩是没有的、哦、我在这里不是贬低石鹤门秘，我们在这个是好像做学问，在大学里面谁有什么谁没什么，那我们就只说谁有什么谁没什么。这个地方不是在说这个脸面问题，而是这个是技术问题。就好像你说戚继光去这个对抗倭寇，你明朝的刀根本斗不过日本那个倭寇的刀，一砍就断。你可以说我不讲，不行。所以现在说的就是这个什么是什么，我们把它原本的说出来。那当然我们也要尊重这个石鹤门秘，因为没有它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它我们没有办法补救，没有办法纠正。所以这个东西一个古代的文献不能说、啊、这个是有给面子没给面子，都是好东西 OK。 就像一个阴一个阳，那你说是阴好是阳好，可是没有的话我们就算没有，因为你不能这个怎么讲遮住问题 OK。好，那你说我讲了这么多，这个摄入很重要啊，这身法你怎么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样？那我给你看好吗？
三个摄入法，第一个是直线摄入，如果我比你快，打内门直接摄入；第二是从角度摄入，如果我不比你快，你快了，我慢了，或者是我故意我用角度摄入；第三是离开，最基本的三种1850年的这个步法，这也就是偷步。好，给大家看，以前是不传的。哇喂，OK，do a direct shoot in。这个是第一个头部进去。Stand this far away, doing an angle shoot in。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是从这个角度打进去的。Attacking him, making use of his momentum, and then I can do a shoot out。这个是避开人家的头部。He is going to come down and take me in. He's going to target my body. 有人要冲进来要爆跌，你闪过去了。Okay, again, you shoot out. You are behind him already. He's going to come here. 所以他有这个头部，这个就是要入身摄入的时候一定要训练的，一开始。以前呢，你是入室子弟就要传这样的东西。那什么叫偷入？你注意看这个后脚，往前垫一步，往前垫一步，你看它往前垫一步，接着那个垫一步就往用脚整个缩进来了，然后呢？用脚推伸就进去，直接整个人进去了。那个就是这个。后脚地要拴着直，以后脚过身法，以身法送前手。OK， 这所谓的气势，士气。注意看这个是拴直的。哇喂，多的。这个是栓子，你要撞进去，你整个要撞进去，你的前后这个受锁要控制得很好，穿进去的。然后呢，那是直进去，直接进去的啊，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是从旁边一个角度了。不是这样子直接进去了，是从旁边进去了。如果你快了，你很硬，我不这样和你直冲。你看他冲是从旁边进来了，也是一样偷那一步。你注意看他偷那个一步，偷那一步进去，垫那一步进去的。你要逼他，你也垫一步走。你一定是垫一步走的。Okay, again, you shoot out. You are behind him already. He's going to come here. You're going to. Okay. 要注意一个东西。要注意一个东西。你看我的重心是在中前面的，不在后面的。你在后面你就慢了，因为敌人打来，你一定要冲进去，你要用他的重量冲进去，这样子才叫做直射。这样子才是直射进去，所以这样子才不是好像徐晓东说的，才不像徐晓东说的。不是那样子，不是站在那个地方的，你要整个东西栽进去、啊、不是站在这个地方的。那所以那个是直进去，那你这个东西你要做这样的，你要做这些东西都是要直进去的，你不能慢，你不能站在那边，因为这个是 T
体重乘上速度，他的体重和你的体重乘上速度这样对撞的，所以那个是速度 和那个机缘。可是这个东西你要小心，要讲我就把通通讲给你听。你要训练这个东西，那什么时候你要进你就进去，对不对？可是你还要训练一个东西，那就是什么？示弱气时要猛狠，你整个摄入一定要猛狠，一旋回身身不稳，身不稳，百骸筋骨一起收，后手更顺合吸孔。就是说，你射出去的时候，你的这个冲量冲出去，你要有转机。你不然你没有转机，你射出去，你射出去，对不对？你射出去，万一人家改变了方向，那你要停吗？你不可以停，你马上用这个转，你马上用这个转，也就是少林拳那个前进诀要说的。一旋回身身不稳，整个转，所以后手变顺无息孔，你转我跟着你转，所以这个是回收你的冲量，你身体要训练的、okay?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那当然你这个是说到就会变成你的这个东西了，你身上的结，每一个结，它是小念头。你身上的每一个结，你都要控制住，所以才叫做什么？结转轮法。所以他说紧一门墙结转轮访，紧一门墙自顶这组结转轮访，应这个接应变换，无愁为良。不要用那个一般我们现在想的在电影上什么愁是这个愁心结，不是那个，那个也不是，那是后来发明的，八风不扰，随癫随狂，就是意思说我进去了，你一定有变，你变中我跟着你变。OK， 七七光三十二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我们后人没有去研究它。今天把这个身功身法说破，这个和这个现在的科学的这个爆炸速度与爆炸力增强是训练是一样的，它可以直射。可以推拉的，可以跳弹跳的，可以转的，可以换方向的，你一定要有这个。你没有这个，当然你要那个，你又要这个呼吸和体内压的控制，然后这个呼吸的控制，然后那个东西也顺便说，年纪大四十几岁的不要，或者你三 C 用很多的，不要练这个、哦、不能打就不能打。为什么？只要你的体内压增加的东西会伤眼。会影响眼压。如果你一直在看三 C 的，每天在看啊，打工一直在看三 C 的，你每天在看这个东西，你眼压可能高，我不知道，对不对？那要去问医生一下。如果眼压一旦有高有异常，这个东西不能练，宁愿把它当做运动，不要去练打斗，尤其是打到脸，什么热热冲锤往头打。你会弄到你的眼睛有问题的。你看那些打拳击打到头的，很多年老眼睛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要又在青光眼啊，然后呢眼压高啊，那嘿，人家下是真的会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去人家去打架，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可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你要练这个气法，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练的。气沉丹田，
一般的气沉丹田就好，好像我说的，在这个地方，这个舒筋活跃，这个血气循环啊，那个是就是叫老外叫做 aerobic band 啊 ，aerobic base 那些，那无伤大雅，因为它没有这个造成这个内压的增加。你要在这个爆炸力打的时候，整个抗打什么东西，一定会影响到你内压。内压的时候，那要看你的年纪，看你的状况，你才可以练。所以我们不能害人。所以我们这个不说，我们中华拳术是健身强身自卫吗 ？OK， 科学上我们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已经整个可以套在科学上的。好啊，所以大概和大家介绍这个哦，知道了不要拿去打人，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谁说我们的这个咏春拳这个是这个没有科学的？我们咏春拳科学，我才跟你讲，二氧化碳啊这些啊，怎么样训练这个东西？你看今天的科学不是这样训练吗？所以我那天才把他上个以前的视频那个科学，把他整个东西组合成这个东西。不要说咏春拳不科学，咏春拳1850年就已经很科学了，以今天的角度去看。OK， 好。所以总结给你的话，咏春拳的势是这样的。不是好像今天电影这样拿的这么长，那个是什么？手从心发，手留中。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我们来看，你看又是身法了，身法如何这个持，对不对？他说在放这个，在剪书，长收，持放，好。长持这个剪 ，OK， 你要疏少剪多 ，OK， 长收时放式操持，你不要手一直放出去，好像现在每天每一个人在那玩什么问手，你手不要拿出去啊，那个老祖宗不是这样教的，所以他说长收时放式操持。疏少减多用更齐，一发难留，无变计，不如长守在心头。你这个手，你问手放出去了，你无变计，你就会，你这个东西放出去了，就是你变化困难，不如长守在心头。少林寺的，所以咏春拳的这个。你说手从心发，手留中，就是这一回事。可你不能这样子手留中，这个不叫手留中，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手舒展出去了，那就很难变化了。这个才是古人所教。OK， 所以记得。一发难留，无变计，不如长守在心头。任何东西发出去、放出去，快点收回来，因为你怕你不能变。人家是世事相成，变化无穷，不能考在那边放一个样子。OK， 我们来这里看，偏散空废拔三力，同哪趁虚任经入。任意入，让中不让乃为家，开气翻来，这个不是合地力，是向他力，这写错了。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手的心头，心从手发，对着他，手留中。手留中，不是乱来的，我们的手是留在中间，先从心发，
手留在中间，拳重心放，而我不一定要和你这样打。OK， 所以他才在这里才说。偏空偏闪空费拔山力，你的力量有如拔山来，我就偏闪过去就好了。同拿趁息任意入，就是刚才说的，我不必直接冲进去。OK， 我从旁边来的，趁隙从旁边打你。OK， 所以他说，同拿趁隙任意入，我可以打你直，我也是这样站啊，我可以直入，我可以旁边入 ，OK， 让中不让乃于家，你要这个中线我就给你，我旁边进去啊，开来翻，开气翻来向他立，我不一定说这样子跟着你，一定要这样子直线，没有，我可以这样子，也是还向他立啊，我的直。我的心还是向他立，我的心还这个，所以我可以翻来覆去，我永远是面对你的。所以这个东西翻来，那就是怎么练呢？就是这个东西嘛，就是这三个东西罢了。直入，相同的地方，脚入。Which is I avoid his attack momentum, and then shoot out.He is going to come down. You shoot out. 相同的地方转入。你这个三个你一定要练好。以前的入室子弟都1850年都是这样教的，一辈子只是教一两个人。现在把它公开天下，大家知道。可是不要拿去打架。你拿去打架，那就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OK， 这个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文化没有了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你当然这个东西要练爆炸力这些东西，不然的话是怎么样 ？OK， 接下来这个是非身硕非戒不能入身，这个贴他逼他，就短打用，毕竟用短打嘛，啊，紧一门墙嘛。你如果说不是有这个身体的伸缩和这个接他，你就入不了身的，你和他顶撞。OK， 那然后揉是什么呢？揉是刚才我们说的脚打进去，所以戚继光这个《前经解要》他说了：“其而其揉也，当知邪闪。”所以又在这个地方了，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再看伸缩，伸缩在这个地方，你看，你看我的身体，我的脚垫一步，垫一步的时候，我缩了出去了。我再看，我在这个地方。我的重量重心在前脚的，我缩下来，我垫那一步，我身体缩了，缩了，去了 ，OK， 就是这么回事，一样，相同，缩了，可是我是往旁边的角度缩了，我虽然我站在这里，你不知道我是直撞你或者是旁撞你，不，从角度打来。可是我从这个地方我说了，从这里地方进去了，相同的，说那一脚进去，移开了。
站在那边，说那一脚进去，移开了。OK， 这东西不怕你看，是怕你不学。这不是我的，是老祖宗的东西。OK， 可是不要这个好勇斗狠啊、好像有人说。用手讲话，不要用你的口讲话。人有口就是要讲道理，不是每天都是看拳头大，戚继光也不跟你说拳头大。OK， 你看那个俞大猷到这个少林寺，少林寺的僧人，这个和他比赛，比不过他。他俞大猷有没有说我妈的，我是这个打通天下，少林寺打不过我。他没有，他跑去帮人家这个教这个少林的僧人，那个就叫武德，不是好像现在的电影又这个打来打去开玩笑。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不是说身说吗？由说而生，待靠入，以时即息亦为力，下盘两足管在师，撑前拓展谁能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身体缩进来了，过去了吗？再给你看一次吧。Wow. 你看缩进来了，垫步缩身，垫步缩身就进去了。那说的时候 很不长的那个时间很短，垫步缩身，垫步缩身就进去了，垫步缩身，缩身进。Okay. 所以 你整个身体你要练成这样的，你要有这个爆炸力的训练，你整个东西要爆炸力的训练，你不能说站在那边又架构又这个那个又念力， 你没办法做到这个东西。 OK， 这是人体。所以这个是孙生说，这里说怎么样做呢？短打胜长拳何为？短兵易入，常来短借易入身，入身跌破好惊人。哦，离国打开左右脚，外国打入窝里寻，就是打这个东西是从外门打进来，从内门这个打进去，这些东西。可是说了，你还是需要这个摄入。你如果没有这个摄入，你的脚不是站在前面。不是站在你这个，不是站在这个地方，你的脚好像你打那个五点梅花步，我们不是每次说有梅花步啊，梅花步的脚，这个脚是这个脚是要在前面的，你打的啊、别人打到你，你也可以打到别人的那个距离，然后呢，你就垫一脚，头半步就进去了，整个进去了。就是毕竟用这个短打，就是你要有这样的这个概念，这个冲量的概念。所以你如果不借它，你去顶它的话，你进不去，进不入身的。所以这个东西也要说，现在的木人桩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用木人桩？因为我要入到这样入，这样深。你的木人桩没办法入得这样深，你的木人桩是站在外面这个地方，那就不能贴身了，那个根本就在长拳的范围里面打。所以现在的木人桩是大有问题的，你看这个进去了，整个身体趴进去，后脚是顶着它进去的，然后在那边可以变化。 OK， 所以如果说要讲1850年的，要讲这个依据这个少林全经全要千法备要和这个千经解要戚继光的都是这样子的，那个是释法1850年的啊，这个东西就是1890年那个时候到今天没有的东西。可是是否是
这个世界上人家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这个是叶问宗师还没去世之前的。你看他说什么？手留中。出招、发招、钱在中路 ，OK， 这些手留中，是将自己变成一个核心，然后呢，凭敌人如何进攻，接令敌人的这个手在自己双七手的外面，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少林拳解，少林拳经解，要不是说了吗？刚才这两段，不是这个吗？画也画了，解也写了。还有很多东西、哦、那我就是选几个。来留七颂所留之手 只是接着绑着对方的钱，接着绑着对方的钱，你没有接你进不去。这里也有说接。我借到的时候，敌人必定已经同时中我的攻击。接他进去。Do a direct shoot in. I can stand this far away. 我不和他对冲的。Doing an angle shoot in. 接他进去。Avoid his attack right away. 所以。我们这个130年来，虽然说很多东西断层了，可是这些老前辈，之所以叫佛山三雄，那他当然有他们过人之处。虽然他没有今天我们的这资讯，我是命好哦，命好，生在美国，到世界上各地找师父了解什么回事，知道这些资讯。他们没有那些资讯，他们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他们的时候有的就是这个门命。因为那个是那个大花面景的那个教法那些，可是他们，你说他们懂不懂？他们当然有他们过人之处，他们的懂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抹杀他们，只是他们只是这样讲，生不逢时。Okay？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叶老师傅，你以为他是讲开玩笑的？他当然知道有一些东西有问题了，只不过说你要想7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很封闭的，他可以好像我这样在美国大喇喇的把整个哦这个怎么讲？这个入社子弟传的东西给大家全世界看吗？或者是证明给你看怎么样吗？当然不能。他们那个时候的社会，他们时候的世界，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他们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不能论他们的长短，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个我们不能加以批评。可是好的东西，他们的长处，那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点出来，指出来。那我们是幸运的，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那我本身懂个什么？我本人也懂得不多，只不过就是因为知道很多，有很多资料，所以今天才知道，可以知道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叶问老师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是咏春，言字旁咏，不是那个咏。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断层，历史上大花面景并非琼花时代反清复明者，他不是，其传人洪绍卿与罗剃蝇是清朝的官，是反清复明的反面。说严陵为咏以避清廷故改名咏，实在不符事实。大华面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是石鹤门楣的。他说这个是这个智山啊和五梅这个。智山南下，这个传这个大花，智山禅师南下受惠者是五生大花面景。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智山这个五梅，这个是万年青，那个唐豪早就知道的。那你说可能智山是反清复明的，是这个少林寺的高僧，好像电影上演的，去教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就教了两个这个清朝官员徒弟，然后另外一个徒弟冯绍卿又是很有名的铁血捕头。你去看那个广州那个电视剧，刚才我说那个电视剧，你去看这个电视剧。那如果说那所以你说反清复明是真的吗？很多高喊反清复明根本就不是反清复明，所以反清复明要具备条件：第一，历史上是否有这样的事情；第二，你的身份吗？就是你的全礼装。你要到今天为止，洪生差礼佛还保持着他的全礼装，不是吗？到今天为止，洪生差礼佛还不是保持这个全礼装吗？而1850年的全礼装在这里，这个地方，拟人权就是这个地方。当你的权术没有那个权礼装的时候，我们不说他是高手或者是低手，我们不说那个高低，而说身份，你就不是那个身份了。所以到目前为止，你看谁的权有权礼装？这是历史。第二个东西就是说，所以这个所谓的现在在就又是咏春又是咏春，这些都是在大花面景之后，我们知道的，目前有这个有资料的是大花面景之后的事情。之前1854年起义输了，大家走，死的死，死的很惨。你看我那个上面以前的那个咏春拳过去现在未来那个，你看他那个历史多惨。然后现在的这个大花面景他已经不是反清复明了，所以那来什么呀，又咏春，福建咏春，这个那个都是这个万年青里面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是理解的是一个事情，
不知道，所以不知道呢，就有听到那个故事，就说啊，这个是这样子。那尤其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又勾起另外一个事情。我去佛山，好几年前，和一位师兄，他就告诉我说，在明初的时候，啊，这个清末的时候，很多人辩解了，他已经不是，他本来是反清复明，他后来也不是反清复明了。他是到那个清官有钱人那边去了，所以这个辩解这个字也许是重，可是这个字就是在那个时候，比如咏春拳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反清复明的李文茂啊，这个损失惨重，可是到清末明初的时候，那已经不是了。他们的后人很多已经不是在反清复明，而是在清的那一边了。那我们现在不能说它好坏，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为生活所逼是一件事情，人各有志是一件事情。比如四大开可以为他保他的军队说，你要临时处死我没问题，放我的人六千人，好像是六千人，结果四千人放出去，两千有兵器的这个满清郑国藩他们，就是这个冯绍卿的老板他们失言，把那两千也杀掉去，历史上是这个东西。那好，你人各有志，你要这个求官求荣，那是你的事。你是四大开，可以为这个他的军队牺牲，那是不同的事。历史上怎么看？你看看那个曾国荃。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那个曾国藩的什么家书，蛮这个什么，他尊重他。后来看到曾国藩、曾国荃啊、四大开这些，对不起，曾国藩，你们和我不是同路人，因为我不认同，因为我和你不是一样的人。你们想当官，你去当官，那是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子。可是，在那个时候，想当官的就好像那个你看那个电影赤马投名状的，那很复杂、okay? 所以我们也不去论说好坏，好坏由历史去断论，是曾国藩或者是四大开，历史自然给一个公道。那我们重要的是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这个主要的是要了解历史和了解他的技术。真的这个咏春拳这样无能吗？好像西小东的这个评论吗？真的是假的吗？我们也不争议，我们只说这个就是我们历史可以知道的东西。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天下无敌啊什么什么的，没有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是历史，这个是文化。那我们知道了，大化面井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反清复明了，所以呢，这些所谓的咏春啊，这个，比如这里说这个啊，等清廷走后呢，就是好像这里说着，他日清廷被推翻后，咏春便啊，这个要主归于咏春。那是对不起，如果真的是反清复明的咏春弟子，就好像石大开，我宁愿一辈子不讲话，
我不会搞这个东西出来。如果是我的话，哦，别人就不知道了。我上次有说过，那个关于那个戚家军的这个撩刀的事情，这个、撩刀的事情。所以就有一位前辈，我刚好就知道一位前辈，他就告诉我说，现在的人用这个戚家刀这样砍这样劈，那是错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戚家刀是比日本刀长重，戚家刀是以身带刀，所以那个两个两斤相冲的时候，那个日本刀倭寇从上面砍你，这样砍下来，戚家刀就是走一个角度，然后那个刀是从下面撩起来的。你只要可以砍到他的手，这一局就完了。然后他告诉我，我说：“哎，你为什么知道？”他说：“他的祖辈是戚家军的，明朝不做官，这个清朝不做官，后来辗转就到海外去了。”所以人家到今天还记得，原来那个戚家刀最主要那个是撩刀。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种种不同的人，那我个人呢，是这个看中华历史，知道说这个中华历史，你有叶飞，你有戚继光，你有这个石达开。这些人，那你也有这个曾国藩，不以自评。OK，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很复杂的。那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历史基础，也没有技术基础来说的。所以甚至有人说，哦，这个传到这个 YouTube 上，这个欧洲和美国 YouTube 上说，这个洪少卿说是咏春，不是言字旁的咏春，叶问是错的，英文版有传到这样出来，那这个东西事实上也是根本就没有证据的。而今天我们看的证据，大花面井两个学生是满清人，对不起 ，OK。所以那个和火烧少林寺真的火烧少林寺这个反清复明有什么关系？洪少卿是清朝的官员，和反清复明永远的永有什么关系？甚至我可以，如果以这个佛学的角度问一句话，佛学的这个根本，禅宗的根本是什么？因缘所生法，我说这是空，叫做无常，那里来一个永远的永？所以你说一个禅宗的寺院里面有一个咏春堂，对不起，以佛学的角度看不能成立。你看那个禅寺里面有一个咏春，禅寺的中心思想是因缘所生法，我说这是空，空就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无常，那里来一个永远的永？所以这个咏春和咏春呢是不合事实的，是在这个大化面井之后的东西，和琼花会馆反清复明贴身短打没有半毛钱关系。Okay? 所以这个东西要定案，就是要这样子定案的。你不能说我随便我可以改老祖宗的历史。好，那技术上呢，依照那个蛇鹤门密呢，自大花面井至今永春前就起那个三套，这个以动作为基准的拳套，
就是小念头成就标志。我们知道在门密里面已经看到当时1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和1850年脱节了。而刚才我也说了，伸缩啊这些千重心法很多在门密里面已经没有了。 OK， 我们知道它的那个已经是断前了。所以在1890年的时候，甚至1875年的时候，已经不是琼花会馆贴身短打修心性练气脉前师的内容，1870年已经断层了。那你说这个修心性气脉是什么？第一句极意会神就是修心性修气脉。所以以前我说过，好像那个宋朝曹逸文的《灵岩大道歌》哦，这个心不外驰，气自定，那就是修心性的修心性修气脉的基础。然后看这个督脉，还有在这个地方，玄回自然顺气脉。顺脉气、啊、这些神意长辈向外神意主，这些都是修心性修气脉、修这些内修的东西，道家佛教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当然就是他的那个身硕那些东西，就是修四法。静如平波，动若翻江，那种施法你折射的时候你就动若翻江了、okay？ 所以目前我们知道，第一，冯秀清他们或者是在清末的时候，很多所谓的咏春拳的门人已经不是反清复明了。我们不说好坏，可是人各有志，所以和那个少林寺啊那些没半毛钱的关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反清复明，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身份，这个印记，好像蔡礼佛到现在还有那个千里庄反清复明的，1850年还有那个存在，拟人钱嘛，所以的。咏春根本没有意义，所以叶问宗师是对的，历史是支持着咏春并不是咏春、okay？ 而且和琼花会馆没意义的， 没有这个关系的，所以不要再传说什么这个咏春言字旁的咏春应该是咏春。然后第二是到今天为止，咏春拳都是三套拳。你知道这个三套拳就是依照大花面景这个蛇鹤咏春门密那个时候一样的三套拳，而且大家叫它小念头，不是小念头，小念这个思念那个念心念的念头，我们知道那里来的。这个和琼花会馆那个时候贴身短打修心性气脉前世那是两回事、啊、所以刚才细姐也说了，这个旁轴用的方法不同了，这个旗轴没有了，然后和这个少林短打和戚继光接不上了，而1850年的是接得上的，所以这个是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断层就是这样子、哦、那随着大家想这个有了这个资料，那要怎么样这个保护这个文化，那个就是要随着大家的心意了。那历史就是历史，不是谁可以胡乱改变的，
然后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有知道人的话，这样的东西写了不厚道。比如说，那么为什么叶问没有把咏春改为咏春呢？中华民族人死为大，很多东西你要说清楚，要说理由，你不要是这个东西你去出书，出书之后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把它说清楚，这个东西你永远要人家担一辈子、啊、这个东西。而且我刚才说了，咏春就是咏春，就是戏班人歌咏戏剧者之前 有身份有权术，不要胡搞说什么咏春不咏春，不知道最好不要说话，何况更出书。就是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戏骨，你做东西你要有这个专业，你要出专利你要有专业。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些、哦、我这个尽我所能给大家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我知道的不见得我通通对，可是我的资料就是有这个已经和大家说了。那、现在这些东西已经这个公开出来了。